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福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从孤惑鸟开始，作者胡尔该，演播三生静水、刘兆坤、蔡新纯等人。第227回，魅州妖寇。张和的人普遍经手，这个张和的表弟也不例外。他迎向千军镖，雷光下脸一片苍白，活似幽灵。千军镖手中鱼叉挥舞，道道血划暴裂，好几次从对方的鼻子、大腿、肋骨划过，泛滥的血点在叉子上涌动，璀璨夺目。零血琥珀，妖寇技能，出手时媚血鱼叉会往外飞进血点，命中敌人可造成固定伤害。鱼叉下被逼得险象环生的妖贼海盗腰身一拧，从他身上竟然又跃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影来，手持钢刀朝千军镖头脸劈去。后面的妖贼本体趁势横挥，两把钢刀一上一下朝千军镖劈过来。太平文书，银环替身。此刻的千军镖，红色眼珠，黑色树瞳，看上去根本不是人样，招式腾挪间诡毒阴狠，甚至有些动作是完全违反关节结构。好比此刻钢刀上下袭来，千军镖先是抬胳膊扬鱼叉拖住上劈钢刀，紧跟着整只手螺旋桨似的平直旋转，打偏了腰间面的钢刀。千军镖手臂上青筋暴起，借势进步，反而趁势戳穿了鹰环替身的脖子。零腰骨，腰扣技能，腰扣的周身关节和常人不同，足以支撑其做到更多动作。拥有腰骨会增加你的所有的近战专精 2% 到 9% 不等，无法突破专精峰值。手感滑腻，千军镖神色狠厉，眉毛忽然一拧，空气抽动，千军镖歪头闪过，他脑后的青黑海面上可巧跳起一条海鱼，不知道怎么的从中被劈成两半，伤口平整光滑，颤巍巍的内脏清晰可见。太平文书，陷空刀。两人互不相让，都使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太平文书层出不穷的瑰丽法术在这个张和的表弟手下显示得淋漓尽致，而千军镖却丝毫不落下风，甚至隐隐压了对手一头。张和在坐手瞧着，心中杀气越来越盛，几乎每次天母过海，南洋的局势就会因此发生剧烈的变动，有老人下马，有新人出头，张和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的太平文书就是一次天母过海的收获。眼前这个蓝旗帮千军镖崭露头角不久，却好像当初的自己。李岩抱着肩膀，惊鸿一瞥，给出大段的信息。状态：略没血，增长气力和体质，专精扣海战 89%， 扣妖力 69%， 技能零血琥珀，零妖骨，零怒啸，零没血抛杀。两个范畴极广的专精已经接近两位数的专属技能，哪怕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得到立竿见影的强大实力。不过看得出来，被魅州妖寇占据了一部分神智，加上身体不适应，多少有点生涩，一些换招显得莽撞，这 89% 海战专精有水分。李岩手里稀有级别的异物也有两三件，都有极高的使用价值，可比起这把魅血来，的确是有云泥之别的。眼见这把血红鱼叉的威势，李岩又想起自己手中那件可以让任意兵器脱胎换骨的睚眦之泥来，比起叉子，还是自幼苦练的大枪悍剑让他觉得更加亲切。够了，张和忽然开口，甲板上激战正酣，黑烟和血光犬牙纠错，根本看不见两个人的影子，只有阵阵让人齿酸的呼啸。好一会儿两人都没停，张和眯了眯眼睛，嘴唇吸动，李岩斜眼瞥他，
侧立在蔡青身后的严阿九也抬起了头。大概有十余个呼吸，浓郁的黑烟从张和背后喷布而出，团成一颗丈余的黑色龙头，张牙舞爪扑击到两人之间。千俊彪双眼发红，一叉子逼退对面的妖贼，脑袋发热，举手架住了黑色龙头。张和五指收缩，黑色龙头的棱角犹如实质，阴沉沉的，似有天威。千俊彪的指节发白，小臂开始颤动，黑色树瞳不住的收缩，眼珠的血色一点点褪去。蓦地，他后脖领子一沉，整个人被拉得往后飞退，黑色龙头吃空力，眼看砸在甲板上，被一只白嫩的拳头攥住，朝船外一扔。没等黑色龙头撞到什么，张和一挥手，黑色龙头轰然而散。千军彪冷汗透了一身，面前的严阿九捂着手腕，淡漠地看着张和。没事吧？后面那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千军彪一偏头，后面站着的是红旗帮的龙头天宝仔。多谢龙头援手。没事就好。千军彪一拱手，李岩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和蔼。蔡谦一口茶中，张和兄弟这是什么意思啊？张和用眼神示意自己的人回去，慢条斯理地说道，这场我们认输了。自己这位表弟天分很高，且和他自幼亲厚。那千军彪拿起鱼叉，满心杀意，连他自己也压不住。两人打到这个份上，也不可能点到为止。赢了倒罢了，输了，自己的人也要赔上性命，而且胜算并不大。张和端了一杯茶漱口，又说道，天宝仔，我听说上次铁母过海，你脱胎换骨啊，不如指教一二。这个嘛，既然你开口求我指教，我就勉为其难。李岩拉了个长音，一口潋滟如同秋水的环龙宝剑横过胸口。张和脸上抽动了一下，上半身一支站了起来。不料严阿九面向妖贼拦在了两人之间，张和和严阿九四目相对。李岩见状哈哈大笑，那就你俩先，我再看会儿。张都护，我想先和天宝头领切磋一二，冒失之处还望海涵。张和转头去看蔡谦的脸色，看他在一旁转着戒指不说话，勾起嘴角笑了一声，好，依你。严阿九闻言转身，眼边的泪痣分明，辫子被海风摆荡，修身的蓝色长袖舞服上绣着牡丹。李岩有些丧气地摊了摊手，他后退几步，到了空旷甲板上，一身暗红色皮革肃立，环龙剑尖下垂，脸色平静。指教倒是没有问题，可我不太明白，阿九姑娘为什么指名点姓要找我呢？我两位哥哥都伤在你红旗的人手下，我想为我两位哥哥出口恶气，不知道这个理由，天宝龙头满意吗？严阿九的声音听上去很舒服。说得过去。李岩瞥了一眼蔡谦，皮笑肉不笑，九妹接着。戴着瓜皮帽子的严老大扔给严阿九一把剑具，黑檀木镀银鞘，抽出剑来长四尺，戟有一指宽，剑名火晶，请赐教。环龙，来吧。李岩眨了眨眼，他话音刚落，那把火晶差点戳进自己喉咙，被他一个反握横臂惊险地隔挡住了。对方拥有反之类技能，你的惊鸿一瞥无法查看具体细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福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从孤惑鸟开始》，作者胡尔该，演播三生净水、刘兆坤、蔡星纯等人。喜欢本故事请直接订阅本专辑，我们下一期再见。